真的是 OK 啦，没问题啊。 安全气囊爆开，挡风玻璃碎裂。台南酒驾女开车撞死妇人，第一时间肇事驾驶竟然不是关心伤者，反而是自拍影片，引起公愤。警方荷枪实弹冲进门攻坚，逮捕诈欺集团。未来这些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之后，判决方式将会有大更动。科技进步，就连判决书也要赶流行。现在这种传统的版本，未来有可能会走入历史。司法院将会推出自动生成系统，透过 AI 来写判决书。目前将会先试办酒驾跟诈欺。 以往的判决书虽然部分罪行已经有固定格式，但从最后一庭到宣判，可能还是要花费6周到2个月才会完成。但生成式 AI 产生的判决书草稿，除了可以一键生成，内容还包含更多细节，像是起诉书的犯罪事实以及判决理由，有助于法官更快速地完成判决书撰写。电脑那个是不是真的有了解案件的内容，或者是它的用字是不是真的符合法的规定？那可能 有点争议啊。法官利用 AI 来处理判决，有助于降低法官的工作量，但要留意法官就事实的认定、证据取舍以及量刑标准是否被剥夺，否则有可能侵害法官独立审判的原则。 原先应该是透过法官的法律专业及实际感受来进行司法判决 ，AI 化之后难免让人不放心。不单量刑而言，我们会看善后裁决，但这东西 AI 有没有办法从过往的判决去学习到，然后并且提供精准建议？这我们其实就是觉得需要观察。就怕冰冷的机器人无法给出最适当的判断，未来能否全面取代法官亲自撰写，恐怕还要再多加演绎。今天我们曹家公雅麦采访报道。